什么？我看到了什么？刚才两个字，一个名字。然后你脚滚一下来，在这下面啊。哪吒。对，对对对，对。哪吒。对对对。哇！这你怎么就能看出来？我也想问，这脚踩风火轮吗？那不是还有套圈吗？我的天！三个字，然后，半日，半日，蜘蛛侠，蜘蛛侠，哇啊啊！半日，半日，半日，贾仁杰，你怎么了？好，刘翔，下一个。两个字，两个字，这啥呀你？你这什么呀？还有吹，喝啥？喝水，水吹。第二个字是水吹。还有个哥哥会喷，水娃。嗯。哥哥会喷我葫芦娃。好，这轮最终的结果是贾玲多对了一个。你对了。